这些人，这些人都是电影票。这些人，哎，你看着，你有手机，你有手机，你还这样。是，而且你看，这上面都有他们的图。那你留着干嘛？是要留着啊。Google 查就有了啦。原来那么多人都会留立牌框，我不孤单了。真的舍不得丢啊啊啊！妹妹你不懂，丢了会睡不着。这辈子还没买过一千五的漫画。他们最会就是把漫画里面所有东西实体迷你化，粗刀烂掉的树挪手指，漫画里面的剧场照全部再印一遍再来卖给你。好喜欢！再不想要讲出版社，陈真给你出了一个《咒术回战》第十九集，搞限量、搞手刷、搞限定版。动漫迷就是不叛逆还不甘心。我这辈子还没买过一千五的漫画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工艺设定要卖到一千五这么贵。学生证，上一部影片人家不是说电影院我为什么没有拿到学生证吗？送的是一张纸，这边人家送的是一张卡，看电影的被框了吧？十九集最大的重点都是这些赠品，他们最会就是把漫画里面所有东西实体迷你化，粗刀烂掉的树挪手指，洗掉。迷你玉门浆，封印树挪的布条，七海剑人的咒具，迷你机械丸，漫画里面的剧场照全部再印一遍再来卖给你。